边有人排队，快点！现在是要排队了。去坐一下，稍等一下吧。好，谢谢。那边可以帮我参考一下，待会可以帮你们做点菜。他们应该不会很热哈，所以他们两个儿童餐嘛，儿童餐多少钱？七九。七九，你们就两个儿童餐哈。那你要吃咖喱还是牛冻？牛冻。牛冻，妹妹你呢？你吃牛冻好不好，妹妹？还是要吃咖喱？妹妹你要吃什么？我吃咖喱。吃咖喱。我们先帮她吃的吧，那顶这顶小碗的就好了。你们要坐一起吗？刚才的已经那么久了，爸爸就剪不完了。好。片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